酱就这，披萨奶昔大汉堡，炸鸡薯条小蛋糕，灵感。这就是能实现以火候到位、调味适当、食材能得到美食家卡门奈特姐姐的认可，我真的很开心啊。 这是餐厅特制的奶汁三文鱼和红酒炖牛肉，可是这么多不同的美味都盛了上来，你虽然一直在夸奖，可都只吃一口，有的甚至只尝尝酱汁的味道。其实这些菜，怎么会呢？那么。 你只是对我，对这座岛吧有期待而已吧。现，不愧是极乐。这里的美食，作为食材，它很优秀，不需要记，可欲望，也，当然更。所以，终于，没错，这样的食物，那就。卡门纳特。
眼睛都要睁不开了。这几天上完晚班又接白班，人都要累出幻觉了。我居然听到了海浪声。哎，怎么会有海浪声？哎，说起来，我还没见过这……哎，里面居然有声音啊！喂，海里的听众，你听得到吗？生活在这么放松的环境里，应该不会有很大的生活压力吧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已经来到了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极乐岛。你可以大胆一点，放纵一点，贪心一点，你可以让所有人都迷恋你的声音，为你的声音癫狂，甚至让他们无法反抗你的声音。喜欢我的声音，甚至无法反，就比如都会。你说哇，一个小时了，你等哦。下水之前还是做好准备活动吧。好的，雷文小姐，我这就做。你不要随意游去危险区，你不准在下水前。居然没有人会讲。不让我上场的话，到时候发生什么，我可不负责。芬芳中永远沉溺吧。 Time's up。